主扣键盘放马啊，主扣键盘放马我看着那个哈里斯啊，从很陡的山上面哇往下滑下来呀、它是面向山的，而不是面向山的滑下来，皮鞋尖呢，在我左后脚刮了一下，叭，直线下降，被人们捧到天上，让直接掉下深渊啊，直接掉下地狱，叭，筷子掉下地狱被人们送到天上，然后直接就嘣，重重摔下来，掉回到原来属于他的地狱下来的时候，他的皮鞋尖。把我肩膀刮了一下这刮了一下表示他掉下来的轨迹提醒我一下他掉下来的轨迹，就这样掉下来掉到了本来属于他的地方了好，再见，再见。